以及我们的展售的摊位，来自我们彰化健康猪。那么今天呢，在我们我们要吃冰，对，去了，回归。哦，对，鼓励。对，以后就是日本。来，请来，来，来，给勤政爱民的王县长一个最热烈的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他们那有卖鸡的，谢谢哦。海军。哦，还有嫁妆啊。这个嫁妆，对呀、啊，有这羊，有嫁妆啊！你看，来，今天是想买牛，但最主要是要来提交咱的这个规划。咱中华呢，会使讲是一个畜产大县，咱拢总有74万头的这个猪哦，那每年的产值有到100亿，那是算全国里面养猪是第三名哦。那我们呢一直希望让乡亲有这个安全、品质可靠的这个猪肉，所以一直在做我们的这个彰化猪肉、彰化一个健康猪的一个这个品牌。那今天呢也让大家来尝尝我们彰化健康猪的一个口味。那除了我们呢有青农的展售，也有我们的这个各个农会他们的一个成果展之外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县政府的一个这个宣传。那除此之外，也让大家来品尝。那也结合我们旷世英雄的活动，在现场就有快闪哦的这个集章的一个这个部分哦，也欢迎大家多利用这段时间来消费。那另外的话，今天在我们田尾所做的消费500块钱的这个彰化购购的活动，特别再加码多给一个序号。那包括我们晚上在我们的这个福星的，在我们的园林的福林宫里面一样哈，在这个妈祖文化祈福活动一样，在现场也是有 double 的一个这个序号。那欢迎大家这段时间多在彰化多来消费。报告一件好消息，我们彰化县农会在今年的农推奖荣获三大奖项，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这边有很多成果展的部分，在这边也邀请所有好朋友待会可以过去。那3、2、1，彰化畜产嘉年华囤肉节圆满成功，来进行我们囤肉节，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现场参与。那我们贵宾呢，稍微左右靠近第二排，贵宾在两个的中间，我们一起拍一张合照。好可爱，都有拍到照片吗？中间需要，中间再补一张，最后一张，我要看谁的声音最大声，我们让猪猪都听到好不好？1、2、3。哇，怎么这么可爱？来，好，谢，危险就得靠。好。